发有第一个全班进行有点大轰炸的活动，找出被排挤同学的优点。第二个是进行小天使和小主人的活动，全班同学轮流当小天使，一起照顾被排挤的小。谁是你的小天使？7号跟3号。啊，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是他们两个？因为我问24号要不要跟我玩跳绳的时候，他说可以。然后在上音乐课的时候，我跟3号讲，你要一直转过来看着3号，或一直找那个找到他。因为他听我的，所以我觉得是24号跟3号。大家轮流陪他玩，所以他很高兴，以后被排挤的人就不会那么难过，因为还是有同学下课的时候陪他玩。